一代著名导演谢晋，匆匆地走了。就如他平常一样，风风火火，匆忙忙，不给任何人带来任何麻烦。他留在我们心中的，是那爽朗的笑声，是他的电影作品带给我们的震撼，和藏在心中那难以名状的意义。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纪念他，就是要纪念他的艺术和人品，纪念他的。 精神和影响，看完他的作品之后，每个人的心里都有每个人的思索，关于人生，关于时代，关于祖国，关于社会。那我想，今天我们在这儿，邀请一些他生前熟悉的朋友，共同回顾他的电影生涯。首先，让我们掌声请出在电影《天云山传奇》当中。 与谢晋导演有过亲密合作的著名演员王富利、史维坚，有请二位。几乎是为电影而生的谢晋，不仅在中国电影画廊中留下千古流芳的作品，还一手培养了三代表演艺术家和演员。 从老一代表演艺术家秦怡、谢芳、祝希娟、王新刚、石维坚，到中年演员王富利、张瑜、姜文、丛珊、朱时茂、张光北，还有年轻演员赵薇、范冰冰，他们都称谢晋是镜头前的魔术师，都把与谢晋的合作当成个人艺术生涯中最重要的经历之一，称谢晋为自己的良师益友。 谢晋的艺术与艺德影响着他们的创作与为人。得知谢晋去世之后，这些合作者从四面八方聚到一起，以各种方式来缅怀谢晋导演。你好，请坐。特别想知道，当你们得知谢晋导演去世了这样一个消息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心情？不相信，真的不相信。然后完了以后就是特别的悲伤和难过。这几天眼前一直就是谢晋导演的影子，他的各种形象，他指导给我们导戏的时候那种执着啊，那种认真的眼神，还有他给我们一起拍完了戏吃盒饭时候。 聊聊天儿，那种爽朗的笑声，那种有时候讲起笑话来，他很幽默，他那个童心的那种眼神，还有他对孩子、对家庭聊起来的时候，他的那种深沉、那种慈父般的眼神，常常一直在我眼前闪烁着。我就这他说起来，还那种一说起来就激动。 啊，一种热情就爆发出来了，所以不相信的。那么，我觉得他也是不会死的。他活在中国电影史里头，活在中国千百万观众心里头。我觉得，中国的这个历史当中，不仅是电影史，我觉得会有谢晋的名字的。 那我想，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通过他们的回答，我们也看到了，藏在他们心中对谢晋导演无限的思念和涌动着的激情，是什么样的力量，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以让这些都已进入不惑之年的人，在这个时候，还能够如此的激动？他给我们讲。 你要想做一个好演员，一个大演员，你只要拿到这个角色，你就要爱他。你从戏里除了戏里以外，你在戏外生活当中，你就要投入到这个角色的塑造当中去。谢晋导演就喜欢用功的演员、用功的工作人员，他从来不会批评和跟这个用功的演员和工作人员发脾气。
他不会的，他发脾气的时候一定是他布置你工作你没有完成影响了这个拍摄他才发脾气，他永远不会因为你用功了没有做到去发脾气。哎，他就是说在生活当中对我们就要要求的严格，投入到角色当中去，所以他的作品和他一块拍戏的我们这些演员才能演出来。人家就说跟谢晋导演演就肯定能出演员，就成了大家都知道的名演员。实际上是大家喜欢谢晋导演给我们指导的这些活生生的人物，所以才记住了我们。那么他对这个配角包括吴志英，我跟他一块合作的时候，这么一个小角色他也是对我们要求的那么严格，他希望我们拿出2到3个方案甚至4个方案，你拿出来他会把你最好的东西挑出来用到这个镜头当中去。也许你有时候在走戏的时候会一个下意识的动作，下意识的眼神，非常微小的一个自己都没有注意的一个小动作，好比说手指头动了一下，好比说这个眉毛挑了一下，他就能记住这次你摘好，他就把你最好的东西给你摘出来用到你的这个镜头当中去，他就要求各个部门都是这样来认真完成。那么所以我就说他还对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搞艺术一定要抱着一种童心，这个童心就是说永远不要觉着我有成绩了我可以了，没有，我们永远都没有止境，就是要有一种童心，一种对这个艺术的追求，一种对艺术的一种新鲜感，什么我就想有这种童心，想学想追求，所以你的艺术才能不断不断的进步和提高。嗯，那石老师呢，我这儿一张照片啊，我想稍微说两句，就这张照片，这张照片呢是戏里头做道具的，挂在谢那个罗群家的墙上啊。那为了做这个道具照片，他让摄影师啊那个老许奇，带着我去拍，拍了一次，看了不满意再拍，又拍一次，还是不满意。那是因为这跑好多路，就拍了好多张呢，不满意，再拍，最后这张拍成了。就说谢晋这个人特有意思，他像个小孩儿，常常，对吧？不光有个童心，他有时候形式上都是，呀，就本来我们在这儿说话也没有任何秘密什么，他能跑到跟对着你耳朵，好像说悄悄话。这次的时候，然后看到这张照片，对着耳朵说：“你看，其实前两次啊，要马马虎虎的也行了啊。”但是我觉得，再来想，再往前走一步，你看今天，好了吧，搞艺术的，有时候就要往前再走一步，就是一个哎呦，美好的天地了。让我们知道了这张道具照片背后的这样一个故事，并且呢，我觉得我这辈子可能都会记住您刚才说的谢晋导演给您讲的那个故事最关键的那三个字儿：走一步，再往前走一步。对。看上去是一个特别小的动作，但需要的是先心理巨大的支持。不光是艺术，我想各行各业可能都是如此。往前走一步的时候，可能呈现在眼前的天地就会和前一步的时候截然不同。他有一次发脾气，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里面有一个老大爷，就是戏里头给罗群赶马车的时候从那个坟地里回来送红小豆那个老大爷，那么找了几次呢，那天不满意，那天呢找了县剧团的一位同志演，看完了他急了，为什么你们对这个角色这么凑合，然后发了一个大脾气。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今天怎么了，平常他严格是严格，但是不是随便发脾气的人。他后来告诉我，他说这个拍戏呀，就像捧一捧水，觉得这儿滴一滴没关系，那儿滴一滴没关系，都没关系，最后这捧水就没了。你觉得这个角色是好小角色，你不重视，这个不重视，那个不重视，这部电影还有什么看的？
最后那个老大爷请的是安徽省演农民演的最好的一位老演员，而且出来确实很出彩。那个演员来了之后，他跟他聊啊，拍的头一天晚上，那演员一宿都没睡觉。另外像我们这个，我扛粮食送到那个什么地方的时候，那个粮食开始人家一看是演员们，反正就给你弄个轻一点的，他说不行，所以呢扛真的啊，真的你行不行？我都可扛过多少斤重，他现在又说他自己，我说我行，你来吧。所以我扛的那个包大概150多斤，是吧？那么他在这些地方都是严格的，假的不行的，必真的，包括挑那个担子，看是真的，真的都砍的是真的，所以一滴水不能漏啊。从细节这些方面每一点上他是。谢谢您给我们讲一段，这可能就是谢晋导演用他自己的生命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人生启示啊。第一次他的电影让我感觉震撼的《红色娘子军》，我觉得艺术把我们感染了，然后我看的时候想的更多的不是艺术了，是人生。我觉得谢晋很大的一个特点也在这儿，就是他那个激情啊，刚才我说他始终是跟这个民族的命运是吧，跟人民生活，我觉得是结合在一起的。他关注我们的历史，所以他的作品为什么刚才我说谢晋的名字，中国的不仅是电影史，中国的历史会记住他的，因为我觉得他在关注我们这个民族，关注我们这民族的历史，关注我们这么多的人民，所以他的东西出来啊，能够激动千百万人的心。我们都知道谢晋导演呢，不仅是一个著名的导演，他更是一个父亲，或者说的再直接一点，他还是一个我们很多人都不可能去体验也不愿意去体验的智障孩子的父亲。他有两个孩子都是智障人。在谢晋成功的艺术生涯背后，是他难以想象的艰难人生。在与夫人徐大文的四个孩子中，两个儿子有严重的智力缺陷，其中一个已经早逝，唯一的女儿也一直体弱多病，只有长子谢衍继承了父亲的导演事业。近年来谢衍又不幸患了肺癌，就在今年八月，谢衍因晚期肺癌而英年早逝，享年59岁。因为担心家族的遗传基因问题，谢衍一直未婚。在谢衍的追悼会上，谢晋的夫人因承受不了打击，心脏病突发，住进了医院。一系列的变故给了85岁高龄的谢晋以重大的打击。10月18日，在参加母校春晖中学百年校庆的时候，谢晋在家乡上虞悄然离去，与儿子的辞世相隔仅不到60天。他那个两个孩子都智障人，另外呢，他的大儿子谢衍，当时他是一个非常健全、非常聪明、优秀的孩子。他给我讲，他说当时在那个年代，大家没有什么积蓄，他把家里所有的积蓄取出来，有几只六不到6000块钱，可能就6000块钱，就给谢衍买了一张机票，去美国的机票，送他去学导演，哎，把这个孩子培养出来，这是他全家的积蓄，这种父爱。另外对这个智障的两个孩子，他就更疼爱他。在有时候在现场有点空隙的时候，他也会想念他这两非常，他是一个既是有激情，一个大手笔的这么一个大导演艺术家，他又是一个非常心重、非常心细的这么一个父亲，有责任心的父亲。他也常常会想他这两个孩子，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哎，我这个在这个劳动锻炼的时候，我两个孩子盼我回去，为什么盼我回去？第一，我能给他们做红白豆腐羹吃，就是豆腐和猪血，
把它汇到一起，他会做。然后那时候条件经济条件都差，给孩子做这个吃。第二就是吃完了饭，我能领他们俩到公园草地上去扔球，去踢球，因为这俩孩子就会玩这个游戏，别的不会。他说我能给他们一玩玩好几个小时，满头大汗。他说孩子开心的那个样子，这也是我最高兴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啊，有印象特别深，客人都坐下来了，哦，他这个时候把阿四啊，就两个智，就弱智智障的这孩子，哎，过来过来，叫人，还要叫人，然后坐下吃。当时我真是很激动的，而且也有种震撼的，因为一般的来说，对有这样孩子家庭，有的是回避生人，或者是让他们到另外一个和藏起来，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吃饭，到另外一个地方吃。他对这些孩子啊，他绝对没有把他看成就是一个好像智障，会把他看低，他是同样是尊重他的。我觉得这种尊重对孩子，所以昨那在电视里看到，就你们做的节目，这个孩子能够给他倒酒啊，拿什么拿什么，有这点智慧，能有这些能力，我觉得跟谢晋对他的关心，对他的尊重分不开的。其实这一切都是用爱换来的，用他对孩子那种无微不至的，非常伟大而包容的父爱换来的。谢谢二位，谢谢，谢谢。谢晋导演的特点就是说，他给你的讲戏的时候，他自己就非常的激动了，毕竟他等于在演了，所以一边跟大家讲戏，一边他就很激动，都自己的都他自身已经有这种感冲动感了，所以这样子呢，才激发那些年轻的演员的一种激动的心情，啊，让他们能够有这样一种感受，他这种对电影事业的执着，他执着到了真是废寝忘食，有的时候看见这个人认识的，他也不理你，他就要去找这那个人谈这个什么事情什么事情，经常他有时候造成误会，其实不是的，他脑子里想的就是专门这一件事或者专门哪一件事，今天我要碰见这个人我要去谈剧本，明天我碰到这个人我要跟他谈什么戏啊，要拍的东西怎么样来去组成他，他脑子里整天就是这些东西在转，回家了也是这样子，啊，所以他有的时候，家里头也觉得好像他一天到晚都，不在家里头了啊，因为他不可能，他就出去体验生活啊，去到处去抓那个题材啊什么的，就是这样子。所以我想我们，在难过之余，我们必须要，继承他这一种这个精神啊，这个是我们在心里不会忘掉。第一面他去火车站接我，导演接演员，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我觉得很说明他平易近人嘛。谢晋导演是非常刻苦的啊，因为当时我是住在三楼，他住在二楼，每次到摄影部要经过他那个门口，他都是在户外很紧张的工作。谢导该休息了，医生都是为别人奉献，自己好像他没享受过，没休息过，满脑子到哪儿就是说吃饭喝酒，他也总想到我是第一把手啊，啊，我是谢老啊，啊，我的一言一行总是要起一个表率作用，很累。休息吧。没有谢导就没有他的今天，没有谢导他们就不可能走上电影之路，走上演员，干上演员这个行当。我为自己是其中的一员感到非常的荣幸。我心目中的谢导是一个把艺术、把电影当作宗教来对待的一个人。他的生命就是拍电影，他的生命因为电影而更加的精彩。我知道他喜欢我，他但是当面很少夸我的。我第一次听到他夸我是他跟肖雄说，
最后的贵族在开首映式的时候，我在接受记者采访，他看我跟记者谈话那个状态，他高兴地跟肖雄说：“啊，又一个演员出来了，又一个演员出来了。”就这句话，我记一辈子。我从别人的嘴里听到他对我的赞许，而且是心里面的对你的那种赞许。他为这个感到快慰高兴，是通过他的努力，是经过他的手又培养出一个演员，他很得意。我知道他很爱我，他也批评过我，他批评我拍广告啊，批评我只演一类角色，他希望我能够演各种各样，他想找我演大坏蛋。不管我听他的还不听他的，反正我把他的话都记在心里了。他的生命延续到我们这些年轻演员身上，我们应该像他一样的这样的对待艺术，对待电影。他儿子谢岩去世的时候，我发了一个短信，我说您一辈子都是艰难的，都是坎坷，您一关一关都闯过来了，我相信您这一关一定能闯过来，我祝您健康。但是他马上也就走了，谁都不知道西天界外那边是怎么回事儿。如果说能够穿透的话，我们真的祝福他在那边能够开心。如果那边也有电影的话，那真希望他在死亡国度也拍电影。我很有幸能成为他刚一毕业就能成为他的一个演员，尽管那时候我演的那角色不是很重要，但是他改变了我的一生。他一直说人生苦短，他人生只有20000多天，如果活80多岁的话啊，所有事情我觉得怎么说呢，80多岁以前他给自己设定的目标就是80多岁20000多天，我们要珍惜，没想到85岁。但是他是一个伟人，他同时有颗平常的心，他忘掉他总是忘掉自己的年龄，忘掉自己的所得，所有的东西对他来讲他不在乎，他就是用自己的人格，用自己的正义感去记录着他的胶片。我觉得从我80年跟他第一部戏到以后88年有跟他第二次合作，和以后又有合作过一次电视剧，他永远会告诉年轻的演员或者更年轻的演员，认认真真的演戏，清清白白的做人，我会永远记得。我们作为他的一个演跟他合作过多年的一个演员，一个晚辈，我替徐老师想想，真是挺不容易的。不到60天，自己最心爱的儿子谢导一走就走2个人，那不是把他活生生的给撕碎了吗？真的希望他们家多多保重，要不然谢导在天之灵也不会安息。但愿他们在天国一起去讨论剧本，谈构思，谈创作。哎呀，他们两父子的梦幻人生啊，人家几辈子都够换的。他太喜欢电影了，他的一生包括他的点点滴滴都会跟电影有关系。他是一个对自己的行业非常执着的人，即便我最近一次见他，他依然在谈我的下部电影要拍什么。我只拍过谢晋导演的一部电影《女子监狱》的一部片子，我在里面演了一个角色。为了拍这部戏，他让我们所有的同学去了女子监狱，就跟监狱里的犯人就是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一起劳动，体验生活就体验了将近2个月，然后开始拍摄这部戏。他一直希望我们是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演戏。他觉得一个人的做人跟他的演戏是同等重要的，做人非常糟糕，
你事业也是没有前途的，你的表演也是暗淡的。我一生中最该感激的人确实是谢晋导演。如果说他可能对别的人不能产生巨大的人生影响的话，他对于我确实是产生了，并且我也很感谢他，因为他的一直的教育方法给我有一个走正确道路的一个方向。我也会一直记住他教我的东西，在我今后的日子里陪伴着我生活和我的事业。2008年10月18日，著名导演谢晋辞世。他活在千百万观众心里头，那种慈父般的眼神，他就像酒的火辣辣的劲一样，拍出了那么多的好电影，一直就是和老百姓是通着心的。敬请关注特别节目《谢晋影响》。今天还有一位来到我们现场的著名演员，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张冠北。坐，坐。啊，听说你最近还是在拍戏哈？对。啊，从外景地专门赶过来。对，没有谢导，也没有我今天在艺术上。我跟谢导的结识是，我大学二年级时候，84年，我们有一个同学叫丛山，跟谢导拍的《牧马人》。然后谢导就特别喜欢我们戏剧院的学生，他筹备《高山花环》的时候呢，他就跟丛山说：“你觉得你们学校的同学谁好？你给带来让我见见。”我、姜文、李丽萍，我们几个就让丛山带着，去到新街口的总政招待所去见谢导。我说谢导见到我以后跟我说：“你呀，这辈子演不了电影。”我说为什么呀？说你太漂亮了，你就是哈姆莱特呀，你演不了电影。拍着我肩膀说我演不了。那时候我留一长头发，这么大一个导演说我演不了电影，你说我多痛苦啊！一年半以后，突然有一个导演来找我，就是谢晋的副导演，也是我们八一厂的导演陆博言导演，突然找我。他说谢导让我回来找找你。今天晚上连夜看芙蓉镇的小说，里边有个角色，党支部书记李满庚。让你看哪场戏？你今天晚上肯定看不完，但是你把这场戏准备好。明天早上起来8点半，我们来车接你。你谢导要看你的戏。当时我一点不相信，我说谢导能找我，就是想让我找你的。我就连夜看这本小说。看完以后，第二天我就见谢导了。当时我们所有的芙蓉镇演员基本都在，除了小庆没在，姜文我们一大帮都在那儿，就把演我老婆的五爪辣叫来了，说你们俩把藏着5000块钱你打老婆上戏演一遍。因为我昨天晚上很用心的准备了，我们俩也没练，就照着小说预备开始，就跟小品一样即兴的就开始演。我演的当中，我就发现谢导一会儿趴在地下，一会儿站在沙发上，一会儿又来回看，转着360度看。这一遍演完了，谢导还没说话，说好解散吧。张国美，你坐我的车，你们大伙儿坐面包车，就让我坐他那小车。谢导就让我上车了，谢导搂着我，跟我说。我让你演李满庚了。这时候我们组很多演员都去体验生活了。谢导是让演员在拍戏的前3-4个月一定就要下去深入生活，就在农村，就是王村，江西王永顺县王村镇，就是现在的王村镇，在那儿生活半个月，住在老百姓家，给我找了一堆党支部书记，天天在党支部书记家吃饭，跟着党支部书记出去去挨家挨户去串去。我觉得是在我这么小的岁数当中，一个年轻人拍的第一部戏就是和谢导拍。
他影响了我一生，会直到今日，实际谢导很多的创作方法，很多的做人的方式，我一直向他学。我记得我在拍这戏的过程当中，我要毕业了，写毕业论文，我就写一个角色李满庚的诞生，我就利用业余时间啊，我就写这个论文。写完以后回到学校以后要毕业，我就想写完以后我得让谢导给我看看。没想到谢导用两个晚上的时间，我一共是将近两万字的论文，谢导全部都看完了，而谢导是连我的的地得、标点符号，包括错别字，全都给我改。完了，他最后的批语是：写得非常好，但要记住一辈子，写是为了用。所以我想就说，谢导对于我来讲一生的的确确的影响特别大。在拍摄当中还有一个事儿，我吧不会哭，姜文那会儿也不会哭，所以一看那个戏啊百感交集。就是冯震有场戏，李满庚坐在家里边打了老婆以后，在篝火旁看着篝火，想起了和刘晓庆、胡云年轻的时候，俩人在荷花塘旁那种愉快的爱情。导演写百感交集，我就想百感交集是什么呀？一百种感觉变成了一种感觉，是什么百感交集？眼睛里充满着泪水，怎么充满泪水啊？我就特别天天就憋着眼泪想，自己练，出不来。后来我说我得找谢导，我说谢导，您剧本写的是百感交集，什么叫百感交集？谢导跟我说，我跟你说件事儿，我父母死的时候，我抱在怀里，我说不出来，我哭不出来，这就是百感。我欲哭无泪，我那时候还是不理解。谢导他父亲是自杀的，对，那是家里被迫无奈自杀了，然后他回家请假回家以后，进去就抱着他父亲，就在那抱在怀里，他说，没有几天，他母亲又跳楼了。他说：“光明，你要记着，这就是百感。”我也补充一点。最后就在前年，也83岁了，在有人都觉得谢导最后又到了上虞，在那儿走了，冥冥之中上苍的安排吧。但是他故乡，他把他的老院子修了下，领我去看，也是那个浙江那个白墙黑瓦，然后呢里头没有煤气，就用烧那个柴草做饭。他就说以后我在上海一半时间，我回我故居住一半时间。小翟，以后你来分镜头到这里，你吃饭，他告诉那管家，他来了以后就住在这，就在这烧饭吃，买点青菜来这做。他说这比在宾馆里头感觉不一样，而且在一个房间里站了半天不吭不作声。我说你想什么呢？咱看那照片，谢导站在那个一个老木架床头上，我想我妈妈，83岁他还在想他妈妈，我觉得这是大孝。正因为大孝，我曾经说过，一个人说连娘爹都不爱，爱祖国爱人民，根本不可能。大孝，于是他才有这么多的激情，真善美啊！谢导大孝子，好。等我拍场戏的时候，谢导就说：“你准备好了吧？”准备好就喊开机，谢导就在摄影机前看着我。我就实际那场戏我演的时候就想谢导给我那天晚上的谢导的感觉。我在想谢导给我一个老人他给我谈他父母的时候这种感觉。去年我见到谢导金鸡奖的时候，在杭州，因为谢导每次见我都要过去给谢导请安。第一句话说：“谢导，身体怎么样？”“身体好。”“身体能不好吗？”后来走红地毯的时候，我就想搀他，他还是那习惯，我一搀他就甩我。
他不让你掺，他觉得我自己永远没有老，我永远能年轻，你们喝酒永远喝不过我，是这么一个好人。所以我想他的去世，我觉得真是我们中国电影界一个巨大的损失。所以我觉得我会一辈子感谢谢导，我一辈子会爱谢导，一辈子会记住谢导，为我今后的艺术道路每一分每一秒工作当中，我一定要拿谢导做我的榜样，今生今世。谢晋是中国第三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他拍摄的电影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使他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从50年代的《女篮五号》到60年代的《红色娘子军》，从80年代的《芙蓉镇》《天云山传奇》《牧马人》到90年代的《鸦片战争》，谢晋的电影都曾经成为那个时期的标志性作品和经典性文本，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这些影片都一脉相承，将家与国交织在一起，将政治与伦理交织在一起，将社会批评与道德抚慰交织在一起，将现实与言情交织在一起，采用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传奇化的叙事方式，通过一个个家庭悲欢离合的故事，一方面关注中国现实，关注人性，一方面提供某种精神抚慰。跨度如此漫长而又辉煌的时间，受众如此广泛而又长久的空间，都使得谢晋和他的电影成为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甚至中国文化都必须面对的话题。谢老爷子其实他很少说到他家的情况，我们跟他聊啊，喝酒总是说别的，哎，说那一年他去哪里见到了什么有趣的事儿，谈得很，他很少说。其实慢慢的我们才知道，其实他自己是一个担负了特别沉重压力的一个导演，因为他在中国电影史上在很长时间是排在最前头的导演。那样中国人的文化习惯就是历史给你的责任，老百姓给你的喜欢你就给你了责任，所有的事情给你责任是重大的。那家庭有那么多的困难，他又顾不上，他留下了那么多伟大的电影，这些电影会在未来很长的时间里头可能能证明他更深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这是一份文化的遗产。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因为有很多说法是很理性的，很想好的说法。我但愿他还活着，我能再见到他。2008年10月18日，著名导演谢晋辞世。他活在千百万观众心里头，那种慈父般的眼神，他就像酒的火辣辣的劲一样，拍出了那么多的好电影，一直就是和老百姓是通着心的。敬请关注特别节目《谢晋影响》。接下来我要为大家请上的，依然在中国电影导演这个界别当中享有盛誉的著名导演吴天明导演，有请。来，请坐。我很想问您哈，前几天有一个谢晋导演的追思会，我知道您在，而且呢，您在那个追思会上呢非常激动，能不能在这儿给我们解释一下您为什么要这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没有谢晋导演，中国电影会怎么样？会有很多划时代的里程碑式的电影，我们没有。所以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那当然，前几年有争论，说谢晋模式怎么样怎么样，这个东西是，它是跟现代一些年轻导演的创作相做比较，跟一些什么艺术商业大片做比较，谢晋是他的电影的步伐是跟着我们时代前进的。中国哪一个导演
能够有谢晋这么长的艺龄。他从事导演，他拍了30多部影片，一个导演一辈子拍30多部影片，这是什么样？这是什么劳动？而且要我们说，他拍的影片在当时那个年代，步步都是大片。对啊，你像我到现在，我现在69岁了，今天是我的生日。那要我。我才到现在，我才一共拍了，我自己独立拍了6部影片，跟人合作了2部。谈何容易啊！一个片子的剧本要准备1-2年，然后正式开始筹备了，说有投资了，筹备起码得半年多的时间。谢晋拍了30多部电影，你说他每年他都在这么忙。这一部片子做后期，下一部片子的镜头在脑子已经构思好了，一刻不闲这个人。所以他爱电影，真是他把他的一辈子都献给了电影。所以说这个我就说谢晋导演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在中国这些电影工作者心目中，他的位置是没有人能够替代的。我再说一个问题，就是谢晋导演的片子，他一直因为他关心我们的国情，关心老百姓，所以他的片子一直就是和老百姓是通着心的。你看他的电影，经常看他的电影，看完了以后，你电影院出来以后，你就说不出话来。你在想什么？想他片子里的那些人，想那些人生，想自己。这是艺术的力量，艺术的魅力。他宣扬的，他歌颂的，都是中国人的那些美好的品质。你大家回忆他哪一部片子不是这样？相比之下，我们这几年有一些片子张扬的是什么？我觉得谢晋导演走了，我们从谢晋导演他的艺术生涯里头，他的作品里头，我们应该学什么？应该汲取什么？勇敢、爱国、爱情、友情、诚信。你看那些片子，是不是这样？你看谢晋的导演是不是这样？谢晋导演的片子是不是这样？而我们现在有些片子反其道而行之。总结一下，我们应该向谢晋学习什么？说得太好了，真是这样的。我刚才舞蹈在说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这期特别节目的名字就叫谢晋，影响，他影响什么？他的电影影响了几代人。他人已经走了，他通过他的努力所创造出来的电影，势必还将继续的影响下去。在这儿，谢谢，谢谢舞蹈，好。接下来呢，我要为大家请到的这位嘉宾是来自81电影制片厂的著名的导演翟俊杰老师，有请。坐。我今天朱军，我到这儿来，艺术人来，我还代表另外一个老艺术家，就是81电影制片厂的老一辈电影家黄宗江老先生，他今年88岁了，最近又摔倒了一下子。他没法来了。在我得知谢晋导演说去世的第一时间，18号的上午9点钟，我到他那儿去，就给他说了。我觉得我给宗江说了以后，宗江不是，是吗？这不可能，几乎是没有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就是脖子上那个老筋，那个喉结一动一动一动。老谢晋，他也走了。宗江经常爱说：“朋辈半为鬼，朋辈多为鬼。”他恰恰最后说了一句话，因为还是按照几十年前，至少是50年前称呼，他们都叫我叫小翟，小翟，到现在叫陶玉玲还叫小陶，小翟。咱们老少爷们儿
所有的咱干电影电影人都健康平安，好好的干，多拍点电影，这就是对老谢晋的最好的缅怀。他说这样一句话，那同是导演，您觉得站在导演这个角度来看谢晋导演，他的艺术最值得称道的在什么地方？我觉得这就是和我第一次，大约是37年前吧，在朝鲜也认识了，他请我和宗江吃涮羊肉，不是火锅炭什么很正规的，就用一个铁架子，一个煤气灶，上面弄一个铝盆，是个铝的，也不是个不锈钢的铝盆，在里头就蘸蘸，弄点芝麻酱蘸蘸，就那吃喝酒，好像他刚发完烧，这个地方还虚的有泡，然后呢，那个跳跃式的那个激情崇拜的那种真正的发自内心那种激情，给我说就三点，我到现在刻骨铭心不能忘记。第一，现实主义的电影，我觉得谢晋导演是个现实主义电影的大师，他的叙事是不可替代的，那是一面大旗。他的影片什么时候炒作用不着，他经常说金杯银杯不如人民的口碑，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他是为老百姓来拍片子的，现实主义的创作的道路。他说就像是他告诉我，小柴，你今后要搞导演了，那不是说，他说现实主义就像楷书，郑楷，你郑恺还没搞好，你就去什么草书的，又是怀素，那不可能的，基础，这是个根基。第二，影片的细节，一定要注意细节，没有细节，这个影片价值荡然无存。第三个，就是很多同志都引用这句话，他在那天吃那个驴火盆那个火锅的时候就给我说，拍片就像两个手捧水，双手食指务必并紧，不然松一松，这里低点，这点低点，整个影片的艺术质量就会下降好几成，一定注意，一定注意。于是在那个不久的时候，后来那是到了88年，我拍《共和国不会忘记》那部电影，然后呢，他知道我要拍这一部电影是以大工业题材，钢铁工业为题材，这个很不好啃的，闹不好很枯燥的，但是呢，他极其赞成，好，而且呢，他亲自，他多忙啊，大导演，亲自陪着我到首都钢铁厂体验生活。我到现在，这个我还保存着，他戴上那个，跟我一起戴上安全帽，到首都钢铁厂，哎，就石景山首都钢铁厂，然后跟我一起来去体验生活。就在那个热得不得了那个炼钢炉旁，我就声机器隆隆，声音很大，我问他，我说谢导，你给我说，用一句话说，我拍这个影片我应该注意什么，你不要说很多很多，你最好用一句话几个字概括出来，最言简意赅的你给我说什么。他稍微一思索，我又是现在刻骨铭心记得很清楚，他说人和机器的关系，人始终是对焦于人，而不是写一个大的过程，什么技术流程改革呀，什么这个技术改造了，生产流动不这，不是这样子，以它为一个大框架背影，突出的写人。我受益匪浅，紧紧抓住这个东西。你如果希望用影片写出一个成功的改革那个模式，这个影片承载不了，还是写人。你看谢晋导演作品，哪一个影片不是一个个性突出的鲜明的人物形象，所以我觉得说谢晋导演是一个现实主义的电影大师，而且作品里头用我们现在说贴近时代、贴近人民、贴近生活，我觉得说他有一种忧患的意识，贯彻着有一种批判的锋芒，所以说呢是说老百姓心里话，所以说他就引起了广大观众的极大的共鸣。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呢，我有时候想，前两天我又看您做了几年前谢晋导演那个艺术人生，里头还讲了一句，
中国学中国的文化，我就想起现实主义等等等等，他这些讲话这个片段。年轻人呢，从我们艺术界讲，如果做艺术家的话，首先要学中国的文化。当然我们电影是拍来品了，他们很多都受法国的影响，但是作为一个中国的艺术家，最重要的对自己的祖国，对自己的家乡都没有认识，我们的国家过去是什么国家都不知道，这是不能想象的。那这样吧，能不能在这儿说一说您最想对他说的话，或者说您最想对他说但还没有来得及说的话？这个都是出于对谢晋的爱护心疼，都说哎呀他不该喝酒不该喝酒。我这两天突然之间我有一个新的想法，我觉得谢晋喜欢酒，烈酒，这是他的个性，那个酒火辣辣的那个酒，那是他的个性。我突然想到，就像我们的唐朝的大诗人李白，诗仙喜欢白酒，于是写出了许多不朽的诗篇。我觉得中国的电影大师谢晋喜欢酒，于是他就像酒的火辣辣的性一样，拍出了那么多的好电影。我就说，谢晋师，您在通向天堂的道路上拿出那个小酒瓶喝两口，哈哈大笑朝前走，因为我们大家都会承继那你那一份的精神财富，那一份电影文化财富。我们咬紧牙关，祝所有的中国电影人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健康长寿，老少艺术家咱都健康平安。我们努力多拍些老百姓喜欢看的好影片。谢晋，你没有理由不哈哈大笑，大笑去吧。今天人这么多，我们感到挺欣慰的啊！就是他是个大导演啊，我们这看电影挺感动的。谢晋是我崇拜的艺术家，所以我要来看看他，向他送别，一路平安走好。片子里要反映人民，心里系着老百姓，人格，这个影响我的一生。刚才跟几位嘉宾交流的时候，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没有问，那就是，我们纪念谢晋导演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答案在我们每位嘉宾的回答当中，答案在你我的心中。最后我想说，让我们都记住谢晋导演给他的同事、给他的学生曾说过多次的那句话：捧好你手中的这捧水。它不只是电影，它是生活。一点一滴的流失，我们的生活最终都会枯竭。只有你用心地捧着它，可能才会很好地走到人生的尽头。在这儿，也让我们都捧起这捧水，衷心地祝愿谢导走好。